们先来看一下上周的行情啊，先来看一下上周的行情，来，先来看一下上周的行情，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对于这个东西的预测啊，对于这个东西的预测。我记得我当时有过上证指数的预测啊，好，上证指数的预测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预测到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，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，先在这个地方，我当时预测，大家可以看啊。先是到这个底下来，到底下来以后向上升一下以后打了这个位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的，先下来，然后上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再下来啊，但是它这个下来呢，比我想象的下来要多一点啊，我下来是在这个位置，上去是在这个位置，大家可以看图啊，这是上周的这个预测了，大家可以看图。我上周的预测是打的黄金分割这个位置啊，然后打了这个地方，他直接打下来了。打下来了以后，我说过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强支撑啊，然后两次打了这个地方，第一次打了这个地方，然后弹上去了，然后打上了这个位置啊，基本上这个跟我是这个是一样的啊，这个跟我这个描述是一样的，大家可以看啊，这个跟我的描述是一样的。这个呢，但是就是它打下来这个位置呢，比我想象的要更深一点，它这个位置比我更深一些，所以来说我的上证指数基本上是判断对了啊，当然不能说100%，比如说比原来要下来的更多，那这个东西我也料不到啊，但是确实我们至少来说80%是对的吧，啊，先下后上再下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先下再上后下啊，这个基本上我这80%是对的啊。所以来说这个上证这一块呢，我们基本上就算是及格了，这个我们算是可以打个80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借着菜下饭啊，我们接着看一下上证后面的这个分析啊，对于这个上证后面的这个分析。好，上证后面的分析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趋势，整个趋势呢现在已经偏空了，整个趋势都已经非常偏空了，而且有大量的跳开，我靠，整个趋势打了，本来说打了这个地方如果止住了的话，那么我还可以看它继续偏涨啊，偏多头多一点，但是现在已经打到这个位置来了，我觉得后面就很难看了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剩下最后一个支撑啊，我把这个画图软件打开，那么这就是最后一个支撑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箱体里面它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转型呢，首先是一个下打啊，我们把它换成一个白色，然后上再下上啊，这个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所在的位置是在 38.2， 在上升方向的 38.2，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在下方向在做的啊，它的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这个方向在做的。那么如果现在目前来说的话，下周现在先突破这个底部以后打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箱体的下边缘，如果正常情况下打一下应该要上去，但是目前来说啊，现在整个局势偏空，哪怕上去以后也要下去，然后破新低啊！当然我不知道下周能不能完成这么多工作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上证比较慢啊，它每天只有六个半小时的交易时间，所以它能不能完成这么多的工作？你看这个工作，它就比较，这个工作它可能就需要2周的时间。那么现在我首先预测什么呢？在这个下一周呢，首先会在这个地方来上几根阴线，戳破这个创出新低，先把这个支撑位这个位置啊先戳破，戳破以后再下打到这个位置，
再下打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再下打到这个位置以后再上升到这个位置来啊。这个当然可能不是一根 K 线搞定啊，可能不是一根 K 线搞定啊，我在这里就画出这个意思来啊，我就先画出这个意思来啊，所以来说大家不要较真儿啊。我在这里哎，把这个应该用个绿色，应该已经是很绿了，这个地方已经很绿了，它这个起盘价这个地方这个地方，那我重新画一下。好，我截张图啊，这样挺好啊，这样可以，其实每天大家可以这样预判一下，其实对于大家的这个学习啊其实非常有帮助啊，非常有帮助。首先说一下，当大家看到这种大绿线的时候啊，当这种出现了这种大的吞没形态的这种绿线的时候啊，注意一下，它会有一个极端的一个情况，就是出现一个反弹。那么这个反弹到底是下边缘还是上边缘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来说，如果当时你在这个地方买了一单，那么应该来说你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抛出去啊，就是哪怕我们现在是按分钟级别的 K 线来看，也是可以来进行这样操作的。但是目前来说呢，我觉得在下一周应该就是一个震荡偏空的一个局势啊，震荡偏空，再想大空已经很难了，因为到底下又会有一个支撑啊，如果连这个支撑都破掉了啊，那基本上就代表着这个中国已经是转熊了啊，整个趋势已经是转熊了。为什么这一周行情这么大的这个波动啊？为啥这个行情这周这么大的波动？主要幺蛾子就是出在这个美元指数上面啊。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讲这个美元指数。我们先看这个地方。那么首先我们就看这个支撑位，如果这个支撑位 OK。如果这个支撑位 OK， 应该会在这个底部有一个反弹啊，有一个反弹，但是反弹力度会有多大？目前来说，下周我觉得顶多就先反弹到前位置这个位置啊，前位置先反弹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再看能不能破掉这个位置再向上升。然后更多了那就不会有了，这个基本上现在还是一个大空头为，是一个空头为主，但是不会有太多的那个，不会有太多的行情给这一个往上走啊，不会有太多的行情给你往上走。所以来说呢，就是到这个位置，然后看在这个位置再低位震荡一下，看后面的这个 K 线如果走稳了再起来，如果这个地方一直震荡，戳破这个出现很多的下影线，戳破这里的下影线，就像这个位置啊，就像这个地方，只要戳破这种下影线，其实后期就会有一个更大的下跌就会来了。所以来说呢，这个后面的行情我们再来看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能够保住啊，3174.66，因为这是一个心理关口。这个心理关口如果要是保不住了，中国的股市就完全就已经哀鸿遍野了。我再看一下周线啊，咱们再来看一下周线，日线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空啊，这个日线基本上是非常空的，周线我们来看一下，周线也非常空啊，周线现在看起来非常空，所以来说这一个位置是非常重要，这个位置保不住，那么就看下一个次低点啊，如果这个位置保不住，那么我们就看下一个点，看什么位置呢？看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应该会下跌到这个位置来，然后再反弹，然后再下去。当然我注意啊，我现在是用的是周线啊，注意我用的是周线，可能这个时间跨度有点长啊，所以整体来说，现在周线和日线都是非常偏空的啊，截张图，上证指数现在已经是3400点，当时很多人说是牛市来了啊，目前来看，其实牛市还没结束啊，它这个地方的调整应该来说也属于正常性调整，但是破掉这个位置，
基本上破掉这个位置以后就变成熊市了。如果破掉这个位置以后，就基本上就变成熊市，就熊流转熊了啊。这是最短的一次牛市。中国股民啊，他是非常盼望牛市的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股民是非常盼望牛市的？那当然，谁都盼望牛市。但是就你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，我们其实就无所谓啊，你牛也好，你牛熊也好，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只要不太震荡啊，只要是那种像这种 K 线就特别难做啊。你像这根 K 线，你这根 K 线，你日线的这根 K 线你就很难做。因为在我们的中国股市里面，大家也知道规则，首先你今天买了，你明天才能买，这就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，什么问题啊？只能买多，不能买空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只能它往上升，你才能赚钱。只要下降，你只能赔钱，或者是补仓。你只有两个选择，赔钱或者补仓。所以，对于中国股民来说啊，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啊，因为它只有一个选择。你像我们做这个期货，做这个外汇。至少来说是50%的成功率啊，50%的成功率。但是你想想，在这个中国的股市里面的成功率是多少？首先第一就是只能做多，不能做空，这个成功率就一下子从50%就变成了多少？25%了。好，这第一个成功率就降到了25%。好，第二个成功率，你今天买了以后，明天谁知道什么情况？啊，谁知道什么情况？你说不定明天这个国家出个政策，或者是美国要提出一个新的一个什么要求，一下子股市又崩盘了。所以这个里面又把这个成功率给降低了。所以中国的这个股票的成功率啊，远远要低于国际市场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中国出了这么多严苛的一些政策，这些政策其实都是不合理的，其实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在制定政策的，但是他就这样制定了，那咱们也没什么好说的。那反正就是在中国，你做股票你自己当心吧，我只能说自己当心吧。3240这个位置应该不是底啊，如果做中国股票的这个同志们呢，最好就在看这个位置撑不撑得住啊，如果这个位置能够破下来，那就不要进仓，因为你进仓你又卖不掉啊，你又不能买空。那么如果我觉得稍微稳一点，就在这个位置先进一个小单啊，进这个箱体的底部先进一个小单，呢升起来了以后，如果能够打到我们所需要的止盈点，你就退了啊，就这个位置稍微的进个小单，然后这个位置进个小单以后，升到这个位置以后，然后卖掉抛下去啊。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这样做啊，如果要做的话就是这样做啊，就是等它下周先跌了这个位置，跌了这个位置以后呢，升起来，到这里啊。然后再下去，那基本上就已经偏空了啊。整个局势，我觉得下周应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大体，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局势啊。大家可以见证一下，看我说的对不对。好，那么上证指数呢，基本上我们就说到这里啊。好，再来看最重要的美元指数啊，美元指数真的是最重要的，所有的里面，美元指数真他妈是最重要的，真的是太重要了。最近股市狂跌，主要原因幺蛾子全部是出在美元指数。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周美元指数我是怎么预测的。我当时预测的是震荡偏多啊。我来看一下，我当时预测的是美元指数是震荡偏多，但是呢，这个已经不是震荡偏多了，这个已经是单边偏多了，所以来说我基本上是
预测了60%啊，这个就只能说，因为多这一点我还是预测对了。这个很空的，上周是非常空的一个局势，大家都可以看到。上周我们看这个截图啊，看这个截图，这是原油啊，原油，看价格我就知道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啊，这是美元指数上周的这个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美元指数我是觉得是会在这个地方先震荡一点，就调整一段时间啊。大家可以看到了，这根 K 线是哪个根 K 线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根 K 线，我们这都是日 K 啊，这是周 K 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是周 K， 等一下，日 K 啊，日 K 换成日 K 啊，日 K。先打了这个位置，我们先就是说。这个 K 线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啊，这根 K 线，哎，我们上周的时候是在这个，我们上周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啊，它跟 MT 四快捷键有些不一样，所以在这里有点那个啊。好，上周是在这个位置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上周是在这个位置我们进行的预测啊，上周我们是在这个位置来进行预测的啊，所以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预测结果啊，我们来预测结果。整体来说呢，大致方向大家可以看到，如果当时我也说了一种备选可能，我首先是赞同的是震荡偏多啊，首先我当时我的第一种可能是震荡偏多，但是我也说了一个备选可能，我也当时说了这个备选可能是什么呢？只要突破这根 K 线，大家这个趋势线啊，这个趋势线大家可以看到，只要上周我说过，只要你如果直接突破了这根 K 线，哎，黑色，好，直接突破了这根 K 线，如果这根 K 线直接突破，那么这根 K 线上就可以直接上去啊，直接上去，因为啊，这个画的有点那个，其实应该是稍微下来上去啊，稍微上去。稍微上去，就是我当上一次是这样来画的嘛，但是我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我当时的这个是说这个位置有一个直接上行的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如果这根 K 线直接被突破，那么就可以上去啊，直接上去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按照我的备选方案在走啊，它是按照我的备选方案直接就给你上去了，直接就突破了这个趋势线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趋势线重新画一下。直接就突破了这个趋势线，啊，直接就突破了这个趋势线，那就上去了嘛，啊，这个趋势线被突破了，那基本上就是已经上去了。所以来说呢，但是我没想到上了这么猛啊，这个上肯定是要上，因为我上周也是在判断是震荡上行嘛，啊，震荡上行嘛，只不过说我震荡啊，震荡是错了，它没有震荡，它走了个单边，但是它确实在上行啊，这一点没错啊。上行这一点是没错的。好，我们来把趋势线画一下。那它现在的这个趋势线呢，基本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效果了。而且它现在呢，已经算是达到了，它现在已经要摸这个位置了，92.218啊。我有几个好朋友啊，我有几个朋友。做单子上周亏惨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要不要看一下实盘账号，不是模拟账号啊，不是模拟账号，大家要不要看一下实盘账号，亏惨了，真的是亏惨了，亏了好像我看着他爆仓的，亏了好像5000多美金啊，还是6000多美金。他买的是黄金的多啊。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，只要这个美元指数要是走多，那黄金就变空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我那个朋友真是亏大发了，亏大发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等一下。武汉的没有啊，不是武汉的，全国各地都有啊，上海的。
干货啊，待会儿我们先把行情先分析完，大家看一下啊。等一下，它刷新啊，账户。等一下，亏了6000多美金吧？我记得好像是亏，就是昨天啊，就昨天一天亏了6000多美金啊，昨天一天亏了6000多美金。当然他也有钱啊，这个咱们也那个说，就是他也是很有钱的主。这实盘账号啊，注意，这是实盘账号啊，实盘账号啊，大家可以看到 ，ready 是真实的啊。如果模拟的话是另外一个单词，大家都知道，是这个吗？这是欧元，这个不是，啊，这个不是的，这个不是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不是的啊。我们登录一下，这个我觉得大家看一下，引以为戒啊，引以为戒。就是一定要对这个交易产生着恐惧感，也不能叫恐惧吧，叫崇敬感，不能瞎搞啊！这个我看着他做的这几单啊，我看着他做的这几单，我勒个去啊！他完全已经是有点是在赌博的心理，他做了后面就是在赌博了。他一开始亏了5000多美金。他一开始亏了5000多美金，然后他就不信邪。这个不信邪，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啊？就是他就不相信黄金不会涨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就是他就不相信黄金不会涨，他就继续买多啊！我勒个去啊！我看了我都怕。我当时我看了的是，真的是当时，就是你们会看到一个那个问题啊，就是当你这个账号在快爆仓的时候，整个账号就变成红色了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啊？哎呀，就是那种报警声，然后声音嘟嘟嘟，就是那种警报的那种声音。我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？它进的价格非常高，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价格拿出来给你们看嘛。它进的价格，我也不记得在哪里了，是1890啊，还是在1890啊，还是180？1888啊，这个位置啊，黄金反正就是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啊。后来涨了一波，还是爆仓啊。等一下，你们现在这个呢，我现在登录的叫这个账号叫什么账号呢？这个账号叫做魔力，这个账号叫做什么账号呢？这个账号叫做观摩账号啊。观摩账号，什么叫观摩账号呢？就是我可以看他怎么操作，但是我不能操控他啊。我可以看他怎么操作，但是我不能操控他。我后面教给大家，我后面也会告诉大家到哪去看一些观摩账号啊，怎么去看一些观摩账号。找到一个55000的，41000的，这个是
后面会，我今天就会教给大家，就是怎么去登录观摩账号，怎么去进行复制跟贴啊。我最近看了一些复制的一些单子，没几个好单子啊，没几个那个，都是这种不止损的，都是这种他妈的，啊，你们待会儿看了你们就知道了，你们待会儿看了就知道了，超级都是扛单王，我可以这样说，这叫扛单王啊。登录不了的话，我就用那个吧，我就用虚拟机登录吧。啊，这个我不用这个登录了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不用这个登录了，我用虚拟机，我虚拟机上本来就挂了他的单子的，我的虚拟机。好，那美元指数呢？基本上我们上周的判断呢，60分吧，可以及格吧，至少我们判断对了啊，就是上涨下跌，我们至少判断对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这是另外一台机器的桌面啊，黄金大神的啊，黄金大神的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单子啊，就是这个人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这两单，亏了将近6000吧，大家看到没？注意啊，是实盘单啊，不是虚拟单啊 ，level， 不是虚拟单啊，不是虚拟单啊，大家注意看啊，然后这里面亏的那就数不胜数了啊，大家可以看，哦，他做的是买，他做的是卖，啊，他做的是卖，大家可以看，他在什么价位进的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1869，然后这个地方爆仓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1869，然后它在哪个地方止损的呢？是在1845，那应该止盈了，止损了。哦，它是在1888止损的，1888止损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是在1888这个地方止损的。它扛了多少单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扛了多少点？大家看一下，扛了多少点？扛了2000点，这一单他扛了2000点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然后亏了多少？亏了负的2833。什么上面？正确率。当然它整体是赚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盈亏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赚了20462.19啊，它整体是赚的，这个就是像这种它就是有一点赌博的这种意味啊，我不是建议大家，但是我会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别人去做的一些单子啊，就是别人是怎么样去做，就是有一些人就有一点赌博的性质啊，他确实他整体是赚的，也就是说他现在亏的这些钱，他亏的这些钱基本上可能也就是他利润啊，亏的也就是他的利润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都是亏掉了，这些单子都亏掉了，啊，都是亏掉了。其实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买卖的了啊。其实什么情况呢？他只做黄金啊，他不是只在黄金亏的，他只做黄金。什么叫做他在黄金上亏的？他只做黄金，别人做实盘只做一个东西，只做一个品种。他也跟我聊过天啊，他说你天天搞这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你又搞外汇，又搞美股，又搞指数，又搞原油，又搞黄金贵金属，又搞天然气，然后还搞个纳斯达克和德指，然后还搞一些外盘的外汇啊什么这些东西，你搞得太杂了，你就搞一个。你像他就说他自己啊，他说我就搞一个，我把这个搞清，我就知道他一个大直的脾气，我就按照这个大直的脾气，我把这一个商品的脾气就在他身上赚钱就行了，我不要去搞其他的东西。哎，我这样一想也对啊，也对。
这个老几跟我聊了一次以后，我觉得诶，学到了啊，所以来说我把这个经验也跟大家说一下，看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模式啊，就是我制作一个产品，其他产品我都不做啊，其他产品我都不做，大家有没有这个兴趣啊？黄金确实是一个利润很丰厚的一个商品啊，所以来说整体来说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它的这个，就上周五这一单子亏的是大。哦，我记得当时他是怎么买的了啊，我跟大家复盘一下，当时他是怎么买的呢？他在这个地方，就上周五啊，我们现在是在日线啊，是在小时线啊，我们现在是在小时线。我们现在是在小时线啊，1个小时。我当时看了它，也就是在下午晚上的6、7点钟左右，在这根 K 线这个地方啊，这根 K 线这个地方，当时我看到他买了一个空单，大仓的，就这一单子亏了2000多的这两个单子，他买的这个位置分别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。他买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他买的位置是在1869和1870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1869就对，就这个位置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来复盘分析一下这个人，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看空？我们来分析一下啊，把这个地方先遮住。我觉得分析一下别人的这个其实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当时他是在这个地方买了2单空单。好，大家先想一下，你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开空单？我先问大家一下，你如果在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你会不会在这个？你不要站在上帝视角啊！我看到它后面涨了，所以我说你这他妈肯定买空是傻逼。那你这句话就说的不对了啊！那你这个话就说的不对了。你就说我们现在按的这个盘面盘，按的这个盘面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买空单？来，大家先想一下，提出你们的想法。不会，好，大家先考虑一下，1分钟、2分钟。考虑1分钟、2分钟，然后把你的理由打到群里面来。如果我做单，可能会开空单，开空单，那我们到底这个地方该不该开空单呢？其实目前来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不要看后面的东西啊，咱们就看这个，他现在因为别人也能够赚钱啊，咱们首先得啃人，肯定，虽然他这2单亏了。但是它还有2万多的利润在哪里啊？这个大家也能看到实盘账户啊。所以来说，就是说目前来说，哪怕这一单它亏了，但是它有看多的理由吗？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反推，它有没有看多的理由啊？我们先把这根线画出来，它是在哪一单开的呢？是在这个地方开，在这个地方开的单，然后在哪个时间点呢？是在这个位置啊。我当时看了它是在这个地方开的。好，那么首先我们现在复盘一下，我们先把后面的遮住啊，后面先遮住。我们先复盘一下，怎么复盘呢？首先拉出黄金分割，把最低点和最高点给画出来，啊，把最低点和最高点画出来。最低点和最高点画出来以后呢，我们稍微的把它变大一点。好，那么整个来说呢，现在它突破了61.8啊，现在。它是在61.8这个位置进行震荡，那么在这个位置进行震荡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现在首先它是在61.8和23.6进行震荡，那其实也就是说它现在的方向是什么情况？它的现在的方向是什么情况？啊？它现在的方向是什么情况？它在这个61.8和23.6这个区间进行震荡，是什么情况？哎，我在这里呢，再给它加一个，因为上面这条线没有啊，我们在这里，因为这是另外别人的单子啊，所以来说我们在这里要给它加个线啊，给它加个线。
看到，它应该是说是在76.4和23.6之间进行震荡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好，那么在这个趋势下，在这个趋势下，大家觉得后面是看多还是看空？在这个趋势下，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是看多还是看空？空，你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是看空？好，你认为还没有达到最低点，那最低点在哪里呢？你也不知道，对吧？至少你也不知道这个最低点在哪里。好，那么你说他看空，那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了，空，那么现在这个，你现在从这个盘面上来看，它是多还是空？你从这个盘面上来看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要抛开一些什么话题呢？我们就要抛开一些话题，什么话题呢？从大趋势看，肯定是空，这一点毫无质疑。黄金肯定还要再跌，下周，黄金还要再跌。那问题来了，我不看那么远，我就看了这根 K 线，我后面应该怎么做？那么现在这里一个地方呢，其实在这个地方呢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它既在打上面的 76.4， 又在打下方的 23.6，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呢？像这种出现这种行情啊，其实就是震荡，大家注意没有？这个地方其实就是，注意啊，是小时线啊，一个小时啊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，16个小时都在这里震啊，大家注意，16个小时都在这里震，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震荡。好，那么在震荡里面有没有可以找出它的趋势方向？就是在震荡这里面能不能找到它的方向？从这个震荡行情里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方向？震荡是偏空的，那么现在我给大家画一个趋势线啊，我给大家画一个趋势线。哎呀，好吧，都删了。那么你觉得这个后期应该是偏空还是偏多？因为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也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单子，我做的是欧对美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做的欧对美的多单，我赚钱了。当然大家知道欧对美和黄金的走势是一样的，它都是看美元指数的空，只要美元指数走空，那么欧对美就会涨，黄金也会涨。我不敢做黄金啊，因为黄金的波动有点大，有点不好带止损啊，这个不是不做啊，我做短线，我做那个欧对美是做的长线啊，我拿了将近两三个小时啊，我做欧对美是拿了两三个小时。好，那么到这个时候你看了这个趋势线，你觉得应该还是空还是多？这个趋势线一画出来，我觉得就已经不言而喻了啊，这个地方画出来已经不言而喻了，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偏多了啊，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偏多了。而且之前我曾经教过大家，大家又忘记了啊，又忘记了。好，大家首先看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看来又忘光了啊。首先这里上涨下跌到这里了，这个地方算不算一个头呢？可以算是一个头部，可以算是一个头部。然后下去以后，这里又来打一下，这个地方又来打一下，这个应该是这个位置啊，应该是这个位置，打一下以后，然后后期呢大概率是会上涨。什么时候开始算震荡？什么时候开始算震荡？这个地方都属于震荡，看到没？这些地方都属于震荡，这个地方都属于震荡。而且在这里面还有一点，这个地方的震荡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震荡的这个区域可以这样画，震荡的区间
超过了我们这里有一根 K 线，震荡区间已经在我们的箱体的上方了，这代表什么？而且破了新高，这代表什么？这根 K 线大家看出来什么道理没有？这根 K 线大家看出什么道理没有？破掉了这个地方的震荡，首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多东西啊，很多知识啊，你们要连，要一定要那个的用啊，就是联合在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应该说是叫很多知识啊，你把它要结合起来用。你不能是说我今天教你这个东西，你今天学会了啊，明天忘了啊，然后另外一个知识来了，另外一个知识完了以后，然后又开始那个啊。好，小周期，你那看的更大周期啊，你看到这里来了，你看到这里来了。我说的是在昨天星期五，你这都已经不是星期五的单子了。你这个地方的这个周期已经不是星期五了，你这个地方已经不是星期五了，对吗？是不是的？是不是的？是不是的？你这个地方还是星期五吗？你这个地方是星期五吗？肯定不是的。星期五就24根 K 线吧。你这里你后面没算上，你这里已经17根 K 线了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好，我们来继续看啊，这个地方也是震荡。当然你要说的话，这个地方也是震荡啊，这个地方也是震荡，这个阿蒋也没说错啊，这个地方也是震荡。注意啊，但凡有震荡的地方，在这里补充说一下，但凡有震荡的地方，都会是一个强力的结构线啊，但凡有震荡的地方，都会是一个强力的结构线啊，注意一下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黄金要想上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是上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就会遇到一定的阻力。那么遇到阻力的时候，参照我之前讲的一句话，这个地方遇到阻力，要不就是向下反弹震荡，要不就是直接一根线拉上去啊。我们后面再来看是不是它是一种什么形态走出这个地方。反正我记得好像是涨上去，这个地方我没看到，没留意啊，这个地方到底是有没有震荡一下还是怎么样啊？调整一下，怎么了？麦克风怎么了？好，那声音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声音怎么样？好，那么这里呢，我在这里再继续啊。这个地方的震荡，首先第一我们看这个趋势。这个趋势呢，这根 K 线收的时候，它还是在这个趋势之上，所以目前我们在小周期里面继续看多，这个没毛病吧。我先问大家，这个没毛病吧？在这个小趋势下继续看多没毛病吧？哪怕你要空可以，在这个趋势线被破了以后再向上升，我们再空行不行？可以吧？什么没有啊？没毛病啊，就没毛病啊。这个地方我们的趋势线依然存在啊，这个趋势线你没有被打破，你这个地方你告诉我一个空的理由，这第一点啊。这一点就相当于我们的空的理由就不充分啊。当然你要说短空，当然你要说搏一把，这个地方会不会拉下去？有可能啊。咱们在这里如果没有看后面的趋势的话，这根 K 线拉下去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但是它的可能性多少？相对来说，这个地方没有破之前，这个的向上升的这个概率，哪怕是说这样升的概率，是不是远远要高于我们向下降的可能性啊？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的？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的？啊，咱们也不是说要把这个录出来啊，但是我待会儿再把它重新画一下，对吧？不然的话不好画画啊。我把这根 K 线给去掉，哎，这根 K 线有点。好，这根 K 线，因为我看不到它的上影线了，看不到这一个。所以哪怕我要空，
我也不会在这个位置跑去空。如果做短空可以，就做个一分钟 K 线的可以，我在这里空一下。好，这是第一，这个 K 线它没有破趋势，你给我的这个空头的这个空头的信念，我是信不足的，应该是这样说。我也不是说没有看空，因为大趋势是空，这个没错，但是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没有破之前，我是不太足的。好，第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有形成了一个三角，这个位置有形成了一个三角。那么在这里时候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，那么它如果向上破了这个位置就是多头，就是向上升。好，破了这个位置就是空头，就是向下降，看到没有。其实所有的答案已经在这个图形里面已经展现给大家了，你现在就不用去做单，你现在所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等待。破了这个趋势我就向上去追空，追多，破了这个地方我就向下去追空，大家看出来没有。其实这个地方你去开多还是开空都是矛盾的，你可以理解我说的这个话吗？就说你这个地方在趋势没有走出来之前，你去开多也好，其实开空也好，可能都是50%的概率，可能啊。这个其实因为走三角，大家也都发现了，走三角走着走着它就出现方向了，但是方向到底是空还是多，有的时候不是你在这里能够计算出来的。那么最好的情况下，最保险的情况下，就是破掉趋势线，它走什么方向你就跟什么方向，而不是说我现在猜它是多头，我猜是空头，那么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结果啊，就像这个小哥一样，直接干死，亏六千。我记得他的交易账户就6000，现在一下子变成了500了，6500，现在直接干死。所以来说，像这种趋势，像这种震荡行情，这种趋势，大家要不要去参与啊？像这种走三角、走这个的时候，要不要去参与呢？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参与啊。如果你硬要参与也可以，尽量在什么点参与呢？就是在最低点或者最高点，你在这个地方买个空，或者在这个地方买个多，只要破了这条趋势线，稍微一落脚，赶紧止损，就算0.01手，也损失也不少啊，0.01手损失也不少啊。我看一下这个单子跟单了啊，我记得这一单子跟单了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一单子跟单了啊，我记得也是损失的不少啊，损失了好像有几十美金吧。看一下啊，不是这个，这是 我买了个虚拟机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个虚拟机，然后这里面是虚拟账号，然后就虚拟机就可以不停的挂单嘛，是这个单子吗？是原油的啊，有个虚拟单在跟它，然后也是跟爆仓了，是这一单子吗？啊，就是它啊，它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是虚拟机啊，注意，这个是模拟账户 demo， 大家可以看到 demo 就是模拟账户，就是模拟它跟单啊，现在就是模拟它跟单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一单，它都是在同一位置开的单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亏了，它是。实盘账户吗 ？CPT， 哎，这个不是的，这个不是那个黄金大神的，黄金大神的是这个，
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黄金大神的这个是在1869开的单啊，然后15:57啊，15:57，大家看一下这一单也是一样啊，1878，17:57，那还不是这一单，应该是这一单啊，1869，可能报价会有一些区别啊，这一单，呵呵，你看一下看一下啊，0.09手，亏了负的168。如果你是0.1手，那么就亏了17。如果是0.1手，你就亏了17。懂了吗？懂了吗？17可不少哦，17不少啊，同志啊，17美金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啊，继续。所以这个人在这个地方买他的多单和空单其实都是不明智的，说实话，这个地方行情没有走出来之前，不要急着去开单子，哪怕开单子，其实我们整体来说，这个单子你说他开的对不对，其实我可以这样说，美元指数后面我们再来分析美元指数，我可以这样说，后期还是要再涨，后期也肯定在涨，他的这个地方1869这个位置他会不会到，肯定能到，肯定能回来，并且肯定黄金要破新低，肯定要破新低。那么这里问题来了，他的所有道路都是对的，他死在了道路的图上，前面还有一米就可以挖到金子了，然后他放弃了。所以我跟大家说，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遵从两个原则，第一，看准方向，第二，进在合适的点位。看准方向，进在合适的点位，这个点位太重要了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进在合适的点位，这个东西太重要了，大家发现没有？他的空单其实继续持有，我相信在下周美元指数再继续上涨，那么这个空单肯定能够止盈，肯定能够止盈。但是最后在这个地方打损了，在这个地方撑不住了，主要是因为仓太多了，大家可以看到0.3手，这个是1.5手，这个人太屌了，1.5手2830美金，我勒个去啊！所以来说呢，以此为戒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情况啊，以此为戒。那么在这里我们来事后诸葛亮一下，那么这个黄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，就正好在这个地方它就打住了，它就开始向下跌了。我们在这里来把它重新复盘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打住了。我们在这里呢拉出我们就不用这个虚拟机了，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机器，黄金啊，拉一下它的这个，那么整体趋势大家可以看到，首先是一个下跌了以后，这是一个小时的这个曲线，一个 K 线，整体是一个下跌了以后到了这个位置，首先在这个位置卡了下23.5%，卡了一下，然后呢摸了一下50%，突了一下没突上去，然后呢回打到38.2%这个位置以后呢，它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支撑位啊，结构线啊，这个地方有个结构线，所以把这个地方呢稍微的调住了一下，调住了一下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后市我觉得后市还是要看它的反弹啊，不会这么容易就上去啊，我觉得至少在下周吧，我们就开始给它做预测了。在下周呢，我们就应该怎么去看呢？首先我们把各个的一些趋势都画出来，首先一个小时的趋势，首先是打了这个地方，
这个地方看打不打得住，如果打你撑得住上去一下，还是要下来，还是要下来。我觉得要首先碰一下 23.6 啊，首先要碰一下这个位置，首先碰一下这个位置，碰一下这个位置以后，后面该再干嘛呢？后面碰一下这个位置以后呢，我们再看它的 61.8 这个位置，然后再下去啊，然后再下去，然后这个下去呢就类似于像这根 K 线啊，这根 K 线下去一样，直接就是一根 K 线全打完啊，一根 K 线全打完，哎，一根 K 线。但是我不知道，因为下周三啊，我记得是11月3号，11月3号是下周二，估计来不及了啊，估计来不及了。10月3号就进美国总统大选了啊，美国总统大选是10月3号，下周二。如果要是没有美国竞选，我觉得应该大概率就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。如果有美国进大选这个事情在中间那个的话啊，中间因为这个里面就涉及到，就是每这个行情就会有些变化，就是我目前来看呢，就是一个这样的趋势啊，就是一个这样的趋势。如果有美国大选周二的时候，周一我们先看吧。周一我觉得首先会回到1872左右啊，周一我们看了1872。周二呢，周二那就不用说了，那周二就已经美国大选了，那这个所有的技术指标都不好用了。说实话，美国大选那就是所有的技术指标可能都不好用了，它的涨和它的跌都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技术 K 线来走了，全部是情绪啊，就叫情绪性买单。就是川普赢了，我可以告诉你纳斯达克就会狂涨啊，纳斯达克就会狂涨，那就是情绪，大家都看好川普。但是你告诉我为什么看好川普、啊、那不知道，反正就看好川普，那么纳斯达克就会狂涨，那么纳斯达克会狂涨，黄金也会涨，然后美元指数呢也会涨。按道理说美元指数应该跟黄金是倒过来的，黄金会跌，纳斯达克也就会跌，然后美元指数就会涨，应该来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局势。但是如果要是川普连任了，可能就会出现全部开涨，美元指数开涨、啊、难道说一般来说美元指数既然涨，那纳斯达克和黄金都应该会跌，不好意思，可能在下周可能就会出现全涨啊，就已经完全跟我们的技术面原来分析的技术面完全是两码事了。所以下周二的这个行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，哪怕是说你要看一下，哪怕你不做单，你看一下这个行情是怎么回事也好啊，总比你以后再因为这个大选是四年来一次，如果下次再想看那就到了2025年去了啊。所以来说四年来一次，大家一定要不能错过这个事情啊，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事情。下周二，到时候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。所以下周呢，美元我还是继续看跌啊，美元我还是继续看跌啊。整个如果要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，这个行情呢，如果从技术面行，这个先涨再一个大跌啊，先涨一个再一个大跌，因为这个没有跌透啊，现在这个黄金确实没有跌透啊，而且它没有筑底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它这个黄金现在是没有筑底的。没有筑底也就代表着现在只是一个反弹，它不是一个反转，不是说它现在给你涨一下就是要往上升了啊，往上升了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啊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应该来说一定要筑底部，应该来说一定要筑底部，再把底部筑夯实了以后才会升得更高，升得更高的时候到时候就肯定能破19 1923了啊。之前我记得它的高点是1923，这个高点如果在底部已经做好了，那就可以就破了1923。但是现在这个没有达成筑底的一个标准，筑底的标准我后面在形态学再跟大家讲啊。筑底的标准没有达成，现在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地基它打得不够深，打得不够深就代表什么呢？地基打得不够深就代表着我们这个楼房啊不能建太高，你建太高它就会塌方啊，因为地基打得不够深嘛，所以来说它要把这个深得够高，它必须要把这个地基要打得非常深。那么现在这个单从现在这个技术截面，我们现在就是觉得它还是一个空头形式啊，还是一个空头形式，只是说是有一个反弹啊，只是一个反弹，反弹完了以后继续下跌啊，继续下跌，跌完了以后达到底部形态了，
那么真正的上涨就来了啊，就是两千点就可能不会太远了，1933点就会突破啊，1933点就会突破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黄金的一个走势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因为下周有大选，这个确实这里面，有点难以判断啊，因为大选这个玩意，川普肯定是赢了，这个毫无质疑。我还是把它画出来吧。啊，这是黄金对于下周的判断啊，对黄金下周的判断，好吧？那么黄金我们在这里。好，回到美元指数上，美元指数我们刚才看过了啊。我们判断一天也可以嘛。首先，新周一的黄金我还是判断它跌嘛，啊，周一的行情我还是判断它跌嘛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就一天，从这个技术行情来说，一天还是没问题。美元指数呢，基本上我觉得没太大毛病啊，直接就下周一我们就只看一天吧，我们就只看一天，涨到这个位置，向上突破一下，向下回一点，回到这个位置，基本上就差不多就是一个，就判断一天的话啊，就判断一天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行情，啊，就是一个这样的行情，美元指数啊，美元指数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回头看一下纳斯达克，看一下纳斯达克。纳斯达克上周我判断错了啊，我看了一下，看我错在哪个地方，我们哪怕错也要把原因找出来。看上周是怎么判断的啊？好，找一下。因为上周的这个美元指数判断的有问题，所以纳斯达克就判断的有问题。大家发现没有？美元指数判断的有问题，因为我当时是觉得美元指数是震荡上行，但是这一次美元指数走了个单边，所以上一次判断我记得好像纳斯达克我是判断的是震荡下行，然后这一回纳斯达克是走了个单边啊，走了个单边的下降。这就是相当于我们美元指数只要判断错了，其他的都错了啊，这个东西。所以我说了，美元指数太重要了。所以来说，如果大家那个的话，把美元指数给判断对啊，美元指数判断对，基本上就大体不差了，就真的就是大体不差了。上证啊，这个是美元，这是纳斯达克啊，这是纳斯达克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是日线吧，这应该是日线，我们换到日 K 啊，日 K 啊，震荡上行，判断错了，震荡上行，我上周判断的是震荡上行，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从这根 K 线开始唰三连阴打下来，基本上把整个全部毁坏了啊。我们先把这个 K， 我们先把这个黄金分割重新画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到了一个23.6这个支撑，哇，太标准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好，这个地方到了一个23.6这个支撑，然后我们再看小周期级别，小周期级别这个地方也到了一个23.6，然后上影线是38.2，下影线这个是23.6啊，然后整个的这一个行情。也就只能判断一天吧，因为周二以后我觉得就上涨了啊，周二以后应该就上涨了。对，我是判断了上涨，那么周二以后我就判断是上涨了啊，周二以后我就判断上涨，但是还有一天嘛，周一还没有开始大选嘛，所以来说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压，还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压着这个黄金分割线的一个绿线，压着一个黄金分割的一个绿线，啊，周二的我就不再判断了，因为周二的我相信应该是一个先跌后涨，啊，周二的应该是一个先跌后涨，就是在大选没出来之前砸盘，先把这个盘子给砸下去，然后呢？川普一连任，
就开始往上抬啊，众人抬轿，把这个盘子一下子提起来啊，一下提起来。好，再看一下德子我判断对了吗？德子上周怎么判断的？德子我们上周怎么判断的？啊，德子，这是德子。这车到哪里啊？这个不是的。这德子呢？127741。这德子呢？看一下啊。啊，这个是德子，这个是德子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德子。对了，这个是德子。那么上周我们这个 K 线到哪里了？到这个位置啊，到这个位置啊，判断错了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判断错了。上周我们是怎么判断的这个地方？上周是我们是这个地方是看了它会上行一下再向下行啊，上行一下下行，然后谁知道上周一直接破掉这根 K 线啊，大家可以看到上周一直接破掉这个 K 线，直接破掉这个 K 线，然后向下走了个单边啊，走了个单边，三天的一个大阴线。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经算是跌无可跌了，整个这个趋势从大趋势上面来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从整个大趋势从它的这个起涨点来说已经是到了61.8这个位置，首先第一啊，到了第二，从第二起涨点这个地方来说已经也到了38.2这个位置啊，所以来说已经是跌无可跌了。那么整体情况下呢，因为还是老问题，虽然美国的这个竞选呢，跟德国好像看起来没啥关系，但是美元指数会让德指啊，会让欧美的这个盘面，就是欧元和美元的这个盘面有一些变化，因为美元指数会控制美元欧美，那么欧美有变化，美元指数有变化，那么欧对美有变化，就会导致它的盘面，就是导致它这个盘面也会有变化。所以整体来说，这个目前来说，我觉得德指啊，目前在这个地方应该还会有一个下探。什么叫也不算错啊？没看懂这句话意思。什么叫也不算错啊？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有一个下探，继续探这个低点啊。我们就先只判断一天啊，周二我觉得还是要涨啊。因为现在我们就以特朗普继续连任为这一个那个来说啊，以周二这个继续连任，那么我看它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 K 线。如果周二他连任，我们看一个这样的一个 K 线啊，周二连任，我们看他一个这样的 K 线。好，德指我们就评到这里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呢？休息一下啊，咱们休息一下。待会儿我们进入我们这堂课的正式内容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呢？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先提出来啊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大家都在吗？知道这个满洲国，它不但工业发达，它的民营经济也很发达。大家都在吗？方磊在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啊，首先，我们来解决一下上周有你们说这个不能用啊，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，我们在这里选择到我们的插入啊，然
后找到这个指标，这个指标是 F 开头的啊，大家可以看到 back 群啊，这里点击确定出来了，你们再试一下，你们再试一下，你们再试一下，来，同志们再试一下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指标我是怎么在用啊，我是怎么在用啊，我是怎么在用。我们以黄金为例啊，我们就以黄金为例。好，大家都测试出来了吗？放在打开数据文件夹，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MQL4，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indelation， 这个里面你们确定是放在这里面在吗？这样点击右键，然后在这个你先把这个载入啊，你先把这个载入，好，把这个载入以后，点击右键选择这个地方有没有技术指标列表，有没有技术指标列表，然后点击以后弹出个对话框，在对话框里面有没有这个玩意儿，来，同志们，来，大家回到屏幕上，大家回到屏幕上，来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来，快快快，都回来没，回来没，鹏程了，鹏程了，好，再把这里打开，把终端打开，大家把终端打开，然后在这里面选择，在这里面选择市场，在这里面选择市场，然后把这个名字放在它的右边，把它的名字放在右边，点击搜索，点击搜索，搜索出来以后有一个这个东西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然后单击进去以后，在你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下载，这个地方下载，点击下载，然后它自动会安到你的机器上面去的。名字我在这里发给大家，直接从市面上下载，你就不用经过我这边的嘛，你这边就直接通过这个市面上就可以下，免费的。好，大家先把这个搞定啊，我后面再来讲新的东西。